迷望着的是甜甜的叶子。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。莫世成，站起来。你怎么了？你最近上课总是开小差，为什么？有什么心事？他爸不让他上学了，他偷跑来的。对，他爸不让他上学了，叫他学吹喇叭、吹红白喜事，管吃管喝还给烟。他爸不让他上学了。他爸不让他上学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莫仁成，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啊？我想上学。上啥学呢？瞎耽误功夫。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从今天开始不要来上学了。你咋不听话呢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？别收拾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走。你看见，上学都上傻了，三棍子都打出来个屁来。万国庆，请你出去。出去。莫哲，给我朝后滚。他还没上完课，现在不能走。我数三下，如果你不走的话，我说过他还没有上完课。王老师，我是他爸，你是他啥？我是他的老师。这是学校，是课堂，不是你唱堂会的场子，由不得你在这飞扬跋扈。你说什么？啥跋扈的？我听不懂。你当然听不懂了，因为你没有知识。你希望孟世成像你一样吗？王老师，我是给你脸你不要脸是吧？我是在骂我儿子。你可以骂你儿子，也可以不给我脸。但是，你不能不尊重知识。是，我们的教室是破旧了一些。这些桌椅板凳，可能不像你的堂会上那么新那么结实。可是，在我的眼里，在孩子们眼里，这里是殿堂，是知识的殿堂。你不用看任何人的面子，只希望你看在知识的面子上，出去。我们继续上课，莫世成，坐下。叶子出水很高。叶子出水很高。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有的袅娜的开着。有的袅娜的开着。啊，原来是和丁香一个队的呀。嗯，没听长安说起过。我跟王长安才认识了几天，可能他还没来得及给家里人说吧。这些花啊，都是长安种的。大男人家种这么多花，那么大块地，还不如种村呢。我哥说，心情好。啥？
看着心情好。姑娘笑起来好看的。来，赶紧休息。孟生，出来！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不要让你上课了，没有记性是吧？哎，王老师，我的锁呢？你拿我锁那干嘛？那可是我吃饭的家伙。听说过你的大名，这方圆百十里你是锁那王。这话说的一点不过分。会睡多少段啊？只要给他后，睡上三天三夜，保证不重样。是吗？那是个音乐家了，算是搞艺术的吧。搞艺术，好。来，看看这个。算数？这我不会。什么算数啊？这叫乐谱。你要真是个音乐家，搬开了随便一首拿起来就吹。乐谱？这你也认识？我上音乐课，王老师都给我讲过。你咋比我还能吹牛？他还真不是吹。孟成，来把这段唱唱。拉哆来咪嗦咪哆来拉，哆来咪嗦嗦拉来咪，咪嗦拉嗦拉西拉哆来咪，咪哆来咪嗦哆来咪哆拉。不错，儿子。孩子们要想学习啊，做家长的一定要支持。你家传的这唢呐手艺，他可以在业余时间学嘛，对不对？有句名言叫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我说这话你可能会抬杠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不管你干什么，拼到最后的一定是知识。我不跟你抬杠，这话我也听过。你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孟世成呢？他也起的，孟世成，寓意着梦想事成，这是他爷爷对孩子的一份期待。怎么样才能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？没有捷径，只有通过学习。王老师，听你讲话呀，真是长知识。哎，你说的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梦想事成，好，儿子，以后爸爸呀再也不拦你学习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哥，咱家来了个女娃找你呢。谁呀？说是叫杨世红。哦。这长青咋还不回来呢？哎呀妈，这还没放学呢，哥不判完作业咋回来？哎，长泉你咋回来了？找哥的。啊，坐。哎，你说啊。你哥看人蔫不出的哈，成天就知道给学生上课，他还能腾出手来找女子？这女子找我哥，再说了是找我哥，又不是嫁我哥。婶子，哎，王长安有没有说过一件事儿？啥事儿啊？他说他要娶我。啥？他要娶你？嗯，啥？妈说啥？他说你哥要娶她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个，你是谁啊？啊，我咋没听我哥说过你呢？我跟你哥刚认识没几天。
你哥真的说要娶我了，我不要嫁妆，我啥也不要。婶儿，我只要他28号把我从杨家沟娶到沂水大队。妈，啊。姑娘，啊，这为啥呀？他把你咋了？哎，咋也没咋，他救过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，对吧？你胡说啥呢？啥呀？人家戏里都是讲的这故事。那相公啊，把小姐救了，小姐就以身相许嫁了，对吧？别搅乱了啊。你是哪人啊？我是杨家沟的，我叫杨世红。妈，我哥回来了。回来啦，哥。哎呦，来了。长安，咋回事嘛？没啥事儿。都看着我干什么？长娟，你没事干吧？啊，我去生口棚。你们先进屋坐坐。啊，妈，妈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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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。哎呀，妈！妈，你快过来看呐！哎呀，长得挺好看的。喝水啊？不喝。你的事儿，丁香都跟我说过了。他跟你怎么说的？就是你和牛旺的事情，愚昧啊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愚昧？婚姻自由，恋爱自由，这是受法律保护的。啥法不法的？对理就是对理，娃们家结婚谁不听父母的呀？我哥不会干出点啥出格的事儿，让人给堵家里了吧？你瞎说啥呢你？我大哥才不是那种人。如果你跟那牛王真心想在一起，那就把父母叫在一起，当面锣对面鼓，把他讲清楚就完了吗？说得轻巧，我倒是想把这疙瘩解开呢，我连脸都不要了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疙瘩是越解越大，越解越大。世红啊，以我对你的观察，你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妥协的人。你想想，你连死都不怕了。拿出点力量来，追求你的幸福，追求你的爱情。爱情，那是电影里的，能信吗？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搞得这么复杂呢？要不然，我去跟那个牛旺说说，跟你们家人谈谈。算了吧，来不及了。牛旺都已经打退堂鼓了。他爸已经应了那桩亲事了，这个月28号，他就要入赘到你们这儿廖支书的家了。哎，哭了吗？哭了，赶紧看，看那眼泪流的。你认识那个廖大翠儿？门对门住了几十年了，能不认识吗？太荒唐了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找支书说说。算了吧。都完了，牛旺他爸跟这个廖支书是多少年的老伙计了。听说他们俩的娃娃亲都定了好多年了，人家现在就等着这个月的28号进门呢。那这么说就没有别的路走了？只有一条路。怎么走？走。走去哪儿啊？是啊，上吊的那天我也在想。去哪儿啊？往哪儿走？这么大的世界就没有我杨世红可以待的地方，我去哪儿啊？别哭，别哭，别哭嘛！
后来你就来了吗？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那个话吗？可是我当时看你要死要活的，就顺口那么一说。顺口一说，这男人都这么靠不住吗？你倒是好，随便一说。我跟我们家人都说了，你要跟我结婚了，我们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你要娶我了，你随便一说。别急嘛，志宏，婚姻是需要感情基础的，我们刚认识。那我爸跟我妈结婚的那天才认识的，这多少年过去了，他们不是挺好的吗？两回事儿。时候你静一下好吗？这是婚姻，不是儿戏，你好好想想好吗？怎么就两回事儿了？你了解我吗？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吗？你看看我们家，啊，家徒四壁。我爸病了那么多年，我们家落了一屁股亏空。现在我不要彩礼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不稀罕钱，我只要你28号把我娶到你们沂水大队就行。我真的什么都不要。你，石红，救人救活，杀人杀死。你既然救了我，你就得把我救到底。石红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也让我考虑考虑，好吗？好吧。你考虑考虑吧，反正我把想说的话我都跟你说过了。28号，你要是不去接我的话，你就在咱俩认识的那棵柿子树底下受我的尸吧。哎，世红，你怎么这么心急呢？别那么极端行吗？我这么多年不结婚，是因为我怕谁跟我在一起受苦。我怕苦，只要心情好，又头疼了，给你抓点药吃。给我抓去，给我抓个后悔药。我哥又在吹口琴呢，有心事儿呗。哎妈，你说，我哥真要娶世红那女的呀？说不好，你哥现在心里乱着呢。他这人就是这，有啥事儿呀都憋在心里头。我也发现了，只要他有心事儿，就得吹口琴。哎，你哥也不容易，咱家这条件差，日子过得紧。队里没有人愿意跟咱家结亲的，再加上他心气儿高，这么大了也没寻下个称心的。唉，要不哪有老二结婚结到老大头里的？我今天去了趟沂水大队，找了一趟王长安，他答应娶我。啥？哎，这不是把自己一辈子给毁了吗？爸，你跟我妈说，我不恨他，
让他别再去找牛叔了。我28号结婚，我要告诉杨家沟的人，我杨世红不是没有人要。没睡呢，没睡。妈，让您操心了。当妈的哪有不操儿子心的？妈，你觉得世红怎么样？你觉得好就行。嗯。来，拿上，咱家的家底儿都在这儿了。就算人家啥都不要，那咱也不能不讲事理。妈，你在这歇着吧。哎，别干了，喝点水吧。世红，世红，别干了，回家去，想干啥干啥。今天我给你记全工分。队长，我不要全工分，你给我多派点活吧，我一天24小时都能干活。我不怕苦，我也不怕累。你这是想咋的吗？别干了！你这是想咋吗？我咋也不咋，我能咋呀？多干点活，时间过得快，我就啥也不想了。行了，大家都吃好了吧？吃好了都收拾收拾，跟我一块走，欧费去。这点活就交给世红干吧。我不去，全才是我欧的份，现在还一股臭味呢。赶紧走，把东西都收拾上。你想咋？你到底想咋？你想干啥？你弄死我得了！你这么自己来这么我呢？
我喝多了有你管吗？看看你这怂样子，有本事你去死啊！你死一个我还高看你。走，不想看见你。你不想看见我？你不想看见我？你为啥要嫁到易水大队去？你回答我。你说呀，那是个什么人？你清楚吗？我对不起你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下辈子当牛做马，我还你还不行吗？你这是干啥呢？你不清楚他是人，你就嫁给他？你万一过得不好，我咋办嘛？我过得不好跟你有啥关系？是。是跟我没关系，所以我答应我爹，我要入赘到易水大队去，我离你杨世红远远的。可你干啥呢你？你干啥呢？这世界这么大，你为啥非要偏偏嫁到易水大队去吗？你要恶心我一辈子，杨世红，那我咋办啊？敢不敢跟我私奔？笨！你要是敢跟我私奔，这辈子我还是你的女人。我私奔了，俺爹咋办？他要和弟弟为呢，那也不能要被许个女人把我爹给弄死吧？这咋办吧？你说咋办？那好，你就听你爸的。你入赘，我嫁人。你入赘，我嫁人。杨世红，你入赘，我嫁人。你入赘，我嫁人。你入赘，我嫁人。你入赘。我家人，你入赘，我家人，麻烦呐！支书，哎呦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我听说了一些事情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啊，都是真的。那你知道杨家沟这个女子杨世红是啥人吗？我都知道。长儿啊，咱们两家对门住着几十年了，你这么做事儿让我很为难啊。那个叫杨世红的女子她更为难。支书，其实我本来想找你谈谈，但我知道什么事情您一旦决定了就很难改变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在为难你，是那个女子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世上的男人那么多，怎么偏偏是你呀？哎，我也在想命运的安排。爸，给叔个面子，别趟这浑水，就算叔求你了。叔，那个女子说如果28号那天我不娶她，就去给她收尸。她说话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。
那这么说，这个事儿就没缓了？刻不容缓，人命关天啊！闺女，你哥了没有？我哥，我看他往学校去了，上课去了吧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哥那性子倔，我怕他到杨家沟把那个女的娶回来。哎呦妈呀！你别管我哥的事儿。你说的倒轻巧，我都答应人家廖支书了，他要真把那个女的娶回来，我以后哪有脸去见人家嘛？那我以后咋跟大翠儿见面啊？长青啊，啊，赶紧的去学校看你哥在不在。行，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咋哪儿哪儿都有你啊？你咋啥都管呀？走，快去啊！
妈，我去牲口棚了。牲口，牲口，你就知道个牲口。你对牲口呀，比对焕焕还好，多在焕焕身上下点功夫吧。妈早就该抱孙子了。今天我就出门了，以后我不在家，你们俩要注意身体，别怪我不孝顺。不是我非得要离开你们，是我实在在咱们大队待不下去了。都是妈把你推到火坑的呀。妈，你也别难受，就是把我烧成灰，我也不会怪你的，这就是我的命。不过以后你也得改改脾气了，别让我妹走我的老路。世红啊，其实你妈也没有别的想法，她还能害你吗？她就是想让你把日子过得好一点。我懂。哦，那个王成二，我们也打听了，人还不错，就是家里困难一点，是吧？啊！世红啊，这是我跟你妈给你的嫁妆。不要，一分钱的彩礼我都没收，还要让你们出嫁妆，那我真成了赔钱货了。我不能要。世红，你可想好了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只要你一出这个门，再回来就不一样了。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的水。人是我选的，日子是我定的。那好，那就不多说了。他妈呀，那大红喜子，我早早的就准备好了，就是心里再不舒服，也得让世红红红彤彤的出门。不用了吧。世红，你说啥？没啥。不管咋样，就是下刀子，今天我都走。谁不想和心爱的人过日子？可命运的捉弄，谁又能扛得过呢？哎，都说我赌气，我就是赌气，
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？王长安会不会来，我不知道。明天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